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茄子鱼。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今天的音质不太一样，因为换了一个录音的环境，所以会有一点回音，请大家见谅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《瓶中精灵》。这个游戏呢，应该它算是就是在讲瓶中精灵的一个故事。那它没有恐怖的成分，但是它也没有详细说这个故事是哪一类型的故事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玩下去才会知道。那大家不用担心它没有就是 jump scare 之类的。那我们就安心的开始玩吧。它的音乐很好听。星星，我们在这个快星星。求求你，是谁在说话？是有人在跟我们说话。把眼睛张开啊！这里看起来很像我们睡在一个，而且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。出现了，所以我们是醒来了吗？这边是一看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一个玻璃瓶里耶，看不见的墙壁。前面还有望远镜跟蜡烛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文字，那是英文吗？还有一个很像时钟的，等下刚刚上面那个是不是船啊？那里是出口吗？瓶子里好像冒出了一个小东西，那是啥？两只脚会走路的蝾螈？为什么他竟然说我是蝾螈？因为我的耳朵吗？这谁在说话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些声音好像是从上面发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take， 就是从这附近传出来的。是旁边那个雕像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问一下你们说什么？你听得到我声音？这个是，是的。又换人嘞，真稀奇，第一次见到这房间有人张嘴走路的东西让我们说话。为什么张嘴走路？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外形打扮看起来像是一个人。人在说巨人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是巨人？你只认识巨人吗？不，他不是人类，而是更稀有的一种存在。开门声，赶快去看，有人来了。是谁？我的眼睛好可爱哦！巨人，你真的对巨人很敏感。醒过来了吗？他打开瓶盖了吗？真的耶，盖子打开了。我会飞吗？我是精灵，我有没有翅膀？我好像没翅膀，我不会飞。他叫我吃这个是那个吗？到是吗？食物。好，你吃这个吗？吃耶，好饱哦，吃饱饱。真的非常谢谢你给的食物，开心。怎么了？你在做什么？请放我下来。他把我抓起来了吗？请不要掀开我的衣服啊！什么？为什么要掀开衣服啊？不可以，那里不可以碰啊！这里怪怪的啊，快求救！不，这里好奇怪、啊，求救！不要啊！谁来救救我啊？有人救我吗？要被巨人吃掉了呀！我在哪里？不对，什么不对？我不是他要的那个精灵吗？我在哪里啊？我在里面，我还想说，我在外面了嘞。回来，这里。等一下。你看这个草会动，好可爱哦。这个草会扭来扭去，其他的草也会吗？会，我走过去它就会扭动。我喜欢这个细节，好可爱。这个草，这不会动，这也会动，嘿嘿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check， 破了一个很大的洞，这里面好像可以进去。
哇，是一个可爱的小空间，是一个房间。那就每个点都让我 check 看看吧。有点难对。边缘看起来很尖锐的容器，里面装水。那这个嘞，窗户，有光从这里渗了进来。木板看起来可以松动，是之后我们会用这个木板。那这个嘞，画像看起来是一个不知道什么，还是不要出去。哦，多了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调查一下那个。这边看起来好像一副可以走出去的样子啊，可是都不能用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每个都再调查一次看看。看起来是都只能调查一次。很舒服的毯子，睡觉。有甘草味道，很舒服。奇怪，突然变得好困。诶，难道这里有什么迷幻药吗？坚持不住了，睡觉。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地为我们设计的，就是各种小东西，然后很小，尺寸只有 4cm。喂食，每天准备一根沾着晨露的麦穗，不用担心，小东西可以照顾自己。所以他是在说我，那是在跟那个巨人说吗？啊，我又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出去的方法，所以这些东西我又要再调查一次。画着巨人的画，跟昨天说的有点不一样喽。突然塌下来，有可能。透过阳光的东西叫做玻璃。喝水的地方现在不觉得口渴。好，我们出去吧。等等，为什么你要让我选？所以我要再调查一次吗？可是这些东西又不能按啊，就只有那个。它有标示的，我还是觉得这边很怪，但是都不能走了，很奇怪齁。我还蛮喜欢它的那个脚步声，啪嗒啪嗒，超不死心的，这很怕会藏什么隐藏的东东，可是好像真的都查不到都没东西。好吧，那只好出去了。这里这是什么？骑士先生，有事吗，我的孩子？那个，你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精灵，对吧？是的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当时我的主人是一名奇怪的诗人，他经常会为他的孩子们热情地讲解一些有意思的冒险故事。可以为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吗？我的孩子，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我很努力在思考回家的方向，但是却发现我之前做了什么，在哪里都想不起来。这个在人类的世界里被称作丧失记忆，也有可能是失智症啊，就是忘了自己的身份过去。人类说，老了之后就会这样。那有什么药可以解决？喝是治不好的，真的治不好。怎么办呢？没办法找回失去的记忆，但是可以用新的记忆去填补这份空缺。新的记忆？是的，虽然我为你提供的只是我个人的所闻所见，如果你对精灵有什么疑问，我都可以回答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。精灵们都和我一样吗？不，根据人类的记载，精灵的外貌是各式各样的。他们有被描述为飞在天空中的高贵生物，跟在地底下的丑陋生物，像地精之类的。但是都有共同的特征，类似人类的外表，还有尖尖的耳朵。那精灵的家在哪里呢？他们一般会住在各种环境优美的森林或湖畔深处，跟同族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平时都在做什么？和过去的人类社会一样，种植、采集、打猎、放牧，树立自己在族群里面的阶级地位。
奇怪的是，虽然精灵拼命模仿人类，但我却从未听说精灵跟人类有共存意识。共存意识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你，骑士先生，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。乐于做的事，骑士该做的事，欢迎你随时来找我。很好，我们这是调查什么？哦，敲玻璃。巨人来了，应该说是人类。啊，真的过来了。看来你是能够听懂我说的话，是吧？是的。抱歉，但我似乎没办法听见你说的话。果然。又给我吃的，是今天的食物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是食物。哦，果然小麦粒最好吃了。原来你很喜欢吃。又开始瞪着我了，我哪里做错了吗？问他这里是哪里？因为感觉第一个问题很难问，要怎么去表达？东看西看，哎，真的，东看西看。哇，转一圈。嗯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知道了，他听懂了，太棒了，好聪明哦。哼，大学的考古系研究大楼，教授出去了，那你是谁啊？没有其他人会来这。大学文豪教授，而且他说没有其他人会来这里。嗯，那么到我咯。你身边有没有其他认识的家族？别的小精灵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印象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吧，我什么都忘啦。对啊，他就走了。我是不是被巨人先生讨厌了？哈哈 ，QQ 脸，好可爱哦。等等，我为什么会在意自己会不会被讨厌呢？太可爱了。说话，如果和巫师先生还有维京人同时说话，他们会吵架哦。好，先和维京人说话好了。维京人先生你好，要叫我族长小东西。不，抱歉族长。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那个巨人小子也是挣了点小钱，开始嫌弃我们。巨人很有钱吗？有个当官的人吗？妈宝，在我眼中他永远是个小鬼头。好哦，我不能选择别的，我只能和，一定要和他说话，我都不能取消哎。好吧。嗨，巫师先生。什么啊？原来是小东西啊。什么？他的诅咒秘方？哼，怎么想也没办法实现。现在创造我出来的是一个雕像啊，什么都没办法做。碎碎念，碎碎念。好哦。既然巫师先生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怎么出去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瓶盖。对啊，那你干嘛？对啊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谢谢你们今天跟我谈话，超有礼貌的小精灵。明天见。你一样没有那个，好像就不能再调查了，都没有反应。而且这边很多挡住我路的东西，要我要绕来绕去。好啦，我们进去吧，回家家。今天也没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，呵呵，无奈。今天不用调查吗？开始想睡了，觉得身体越来越困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睡觉吧。我是不是越来越虚弱了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是的，我们下周五就会送到阁下府上来。如果客人您觉得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在这里签个字。到底是谁在把我们卖出去啊？我们是被签了卖身契吗？而且今天一出来就在外面，
感觉巨人先生今天心情不错。你来这里有段时间了吧？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会买下你吗？哎，我真的是被买来的。哦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想知道啊？说来话长了。生气，生气气了。哦，还要说了，那是我还是个小鬼头的时候，开心了。那年暑假，我被爸妈强硬的拉到老家去探亲。不过毕竟是都市的小鬼，加上我性格不是谁都合得来，很快就吵了回家，这就被教训了啊！一气之下就跑进森林，然后迷路。有必要笑得这么开心吗？看着太阳逐渐落山，觉得自己就要死在那。听到了不可思议的歌声，哦，不是从生物的喉咙里发出来的，像是大自然各种声音的结合，像音乐一样悦耳，平复了我的心情。接着我前面出现了一团光球，哦，小球带我回家。哦，精灵。一般人听了觉得我太害怕，所以出现幻觉。至少你的存在证明我的脑子没坏掉。嗯，这个比较温和。你没有去找他吗？他真的超聪明，他知道我要问什么。我明白那是精灵，是过了很久之后的事。怎么说呢？人类有时候各式各样会发生。什么意思？各式各样。就算我想见面，对方也不一定会这么想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他都带你回家了欸。对啊，才没这回事欸。谢谢。嘿嘿。好了，我差不多该回去咯。拜拜。扣扣扣扣。今天和巨人先生说了好多话，又是探索时间，蛮喜欢这个草地的，而且我背着书包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小书包 ，Hello， 骑士先生，你好，孩子，今天你的精神不错，是这样吗？被发现了，今天有什么想问？哦，不同的问题，其他不思议的存在，是的。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令人喜爱的存在，各种独特的能力。精灵的寿命有多长？身体和自然衰弱。哦，随着周围环境，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累，是代表？哦，没有意义。还没经过一个季度，所以还不到三个月，对不对？想说再看看好了，都一样。好，谢谢你听我的烦恼，不客气，孩子。我不能现在进去，只能听这边的人也说一下话。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巫师怪怪的？你跟那个人类越来越亲近了，是这样吗？我只是习惯了。哎，他会讨厌我吗？难道说，维京人从不会臣服于巨人脚下？好吧，那还是只能和巫师说话，做那取笑。嘿，小东西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记得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不，完全不记得。这房子的家伙为了所谓的学术交流，帮我们搬来搬去，还有给各种人碰触，所以我们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固定的位置。在你到这里的前几天，我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窗外，我看到了那个拿着盒子进来的男人。告诉我，身材高挑，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。黑色的西装？他把脸遮住了。但是散发出来的味道让我觉得有点恶心。味道是什么味道啊？
这我哪知道，我又没有活的鼻子，所谓的味道只是感觉 feel。 腐烂的蜥蜴跟烂苹果跟烟草，这是什么怪味啊？哼，很有冲击性，谢谢，这些话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。哼，奇怪味道的黑色巨人，谢谢你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哦，再一次敲敲门，不能敲。好吧，进去。嗯，今天又可以调查了。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瓶盖里面有很好喝的水。巨人先生给我的食物，还有甜甜的水果，印着巨人的邮票。哦，我的知识是不是越来越聪明啦？就是我对各个东西的调查越来越详细了。我不休息，我还可以再调查吗？就是不死心。好像还是都不能调查，也不能出去，都不行哎。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调查，巨人邮票，床床，好啦，算了，休息休息啦。先不休息，不休息，一直不休息，好啦，算了。你想跟他再见一次？嗯，我可以帮你。但是只是远远的看着你就满足了吗？等一下，他到底是在跟谁说话啊？嗯，已经是早上了吗？今天真不想起床啊。手帕做成了我的床铺，嗯，又更厉害了，印着某个伟人的邮票，真的又进一阶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伟人？睡一觉就知道。今天没什么胃口，这个光越来越刺眼了。原本是装汽水的瓶盖，现在给我喝水用。你怎么知道它原本是汽水的瓶盖？你怎么知道？天啊，我觉得这有种很违和的感觉。我觉得小精灵的那个小精灵说不定大有来头。最近都没什么精神，是已经过了很多天了吗？身体已经开始变化了，身体，看来人类的环境没有办法让精灵顺意，即使他每次都会去踩，我会死掉吗？不清楚，但是你的能力在消失，今后没办法再讲话了。扣扣，怎么没有来？巨人先生没有在这附近吗？巨人先生去哪里了？嘿，好吧，还是先跟你们说话吧。你真的看起来好累哦。大铁块那里，他竟然叫大铁块。以后没办法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是我昨天一整天都在里面。别哭哭啼啼的，就算没办法继续交流，我们也会一直在这里。本来就不应该有情感，至于我们外表，对，没错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才发现我的亲友，
我的头上的那个图案颜色变了，原本是红色的，下面暗灰色跟紫色的脸上，我变虚弱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来热，刚刚不来，现在来热。阿农，怎么了？一脸无精打采。我很累啊。是吗？巨人先生看起来也很累，为什么？没什么，不需要你担心。不过快睡回来，你好久没有当着我的面吃东西了。还记得刚来的时候你吃得很高兴，难道对小麦已经腻了吗？是吗？又塞给我小麦，那就吃吧。在这里吃吗？看起来很可口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吃不下。为什么又开始瞪着我？表情真是太可爱了。啊呜啊呜呜呜啊！怎么了？回来了。吃了两倍，肚子痛哎！巨人先生突然开始注重我的饮食跟我的身体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你不运个动吗？我们来室内跑个步，调查一下。我是第几次这样调查房间啊？我都毫无所获哎，好像第四次了。好吧，睡觉。狗狗，狗狗。狗狗，你那么有自信自己可以办到啊？办到什么？和我打个赌。谁要跟我打赌啊？为什么我又在我脑子里面醒来了？这是我的脑内世界吧？一开始的地方，我记得这里怎么有一个黑影啊？我先不要去碰那个黑影好了，他感觉好可怕，我先看看这附近是长怎样。我走到底看看，到底了。那走旁边呢？一样耶，都到底了，没东西了。该不会只有那个黑影本人存在吧？啪啪啪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又到底了。所以就这样吗？话说那个黑影是不是长得跟我一样啊？那该不会只是我自己吧？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时候拉大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不好意思哦，带大家绕了这么一大圈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。好啦，我们跟他的背说话。那个，这里是，杀杀，杀了他。叛徒，他是叛徒，是耻辱，请听我说。等一下，这边是分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存个档。好好，我存档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选第一个。不见了。他在那边，所以是一个一个来的意思吗？好，那看一下哦。我原本是相信你的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算我求你了，别再连累我。我已经受够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我要替你受大家的嘲笑？不是这样的。他是和我们不一样，今后别再出现我的视线里，很碍眼。我刚原本以为他是邪恶的我自己，可是他现在讲的话何等无邃，何等堕落，又很像是另外一个人，居然说相信人类这种话，这不可能，我们和人类是无法相处的。大家干嘛生气啊？那么生气，那孩子的脑子八成不正常吧？对于笨蛋，只要稍微先严厉的惩罚就可以了。还是这是，就是大
大家对我说的话，就是各个不同的人对我说的话，是被那个巨人变成废水区了。什么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不是的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们的族人犯了禁忌，神灵会赐予我们绝望与毁灭。不会。那其他人呢？不是，下一个人呢？怎么没有看到？怎么都没有？没有人。这边也没有哎。右下角、上面都没有哎。等等，他就在这里，他一直在这吗？在噩梦里开心吗，小精灵？你是？不要这么害怕嘛，我是来带你离开的。他就说你已经忘记我了吗？你宿水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不是你脑子里的幻想，所以刚刚那些人是幻想，这也是你的噩梦，是你的潜意识界。你被大家拒绝、嘲笑、责骂，因为我选择人类吗？对，所以刚刚那些人都是一路以来大家对我的那个。观众不耐烦，我们的合约马上要到期，我跟他签合约，所以刚刚那个最初的愿望，所以是我想要见到那个人类是吗？等等，这是陷阱吧？还没有想起他，他会站在这里，直到我想通。这里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找吗？等等哦，他说他跟我签合约，所以是我说我想要再一次见到那个人类吗？已经决定好吗？不相信你，我才不相信你嘞！意外的是个倔强的小家伙。不相信，孩子一样。那如果换个面向跟你说话，离开你的，就是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当中，走到底，然后我们再回去看看你，会说不一样的话吗？就。还是一样不相信啊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，我才不相信你。如果 我回答100万次不相信的话，会有用吗？不相信，还是一样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就好。从侧面，不相信。什么？我们浪费他直接强行带我走哎？怎么了？巨人来了，什么哔哔哔？电话吗？是的，我找到了空心的贤者雕像，一个月没来这里了，交出你的收藏品，乱七八糟，根本就不知道在哪。玻璃瓶。是的，看起来像微型盆栽，但里面的东西都……我在里面死掉了吗？粘在一起了。我会处理掉的。什么？我被丢掉了，还长蟑螂，好恶哦！ And B 遗忘，我被遗忘吗？还是是我？天哪，这个画面是我变灰了，跟一开始的画面不一样，我变成灰灰的了。好，我们从这边，在，这是我刚刚有备份的档案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就是我们要睡着，然后进去那个黑影那边。那这次，因为它底下都有个点点点的选项，我们这次就选点点点的选项。
虽然我觉得，我原本觉得选点点点的选项会是，就是会是 bad end 的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刚刚都选上面的选项，所以我现在反过来想，因为刚刚我们就是选尽力的反驳是，就是尽力的反驳一切，但是这个结局反而是不好的，那可能代表就是这些黑影在我们心中，就是他一直。就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嘛，但我们一直就是很 care 这个批评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去反驳他，代表我们一直对这些批评念念不忘。所以我们这次选点点点的话，就是无视这些批评，就是不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。我是这样想啊，那希望。就是我们都选，就是无视他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忘掉这一切，就是让他们不再重要。然后，对，就是叫什么？要怎么说？就是维持自己内心所相信的，不再被其他人干扰。然后那个白色的人，我们等一下遇到那个白色的人，他说他有跟我们签合约。所以我想他签的合约可能就是要实现我的愿望。那我刚刚就是因为太在意大家的想法，所以我没有，就是我没办法贯彻我原本的愿望。因为可能我们的打赌就是他要让我失去记忆，然后让我就是看看我还能不能保持我的坚定的心。所以我们这次保持坚定的心，然后相信他。对，他要带我离开了，我们要记起他。对，我们要克服这个噩梦，就是那些嘲笑那些的。可是我到底，我不知道他是要我做什么。好，我刚刚就是又复制了一次这边的那个存档，以免最后的抉择有那个。那我们先选我们刚刚决定的，对，我们已经知道失败会怎样，我们决定相信他，那就过去。聪明的孩子，啊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巨人来了，今天也没有出来，哎，我还是没出来。他又接到电话，喂，是我。啊，助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招助手？又是那个老头子干的好事吗？什么，你爸吗？他是不是至今还当自己在考古系当主任啊？退休老头就跟我像个退休老头去打太极拳。已经来了。助手来了吗？不是说过来，是已经到了。你不还是个小鬼吗？的确外表有人经常误会啦。别看这样，我在那边的世界可是有正经学位的哦。那边，这个嘛，反正是很遥远的地方就对了。难道说面试不合格吗？新来的会打扫房间吗？合格热。请放心，整理东西是我的强项。那就跟我过来，上面有一堆资料等着我。好的，巨人，哦，该不会那是我吧？哼，考古系巨人一般的存在，又高又壮，像个巨人一样。是你太小而已啦，小鬼。真的是我，我变成人类了。N1助手，等下，所以。我等下，这个结局是发光的结局，所以这是好结局，对不对？这是好结局，对不对？这是好结局，我拿到好结局啊！耶，我好开心啊！可是等下啊，我想想，这我有点激动，所以我们跟他签了合约，签了合约是为了再见到这个人，我们就是当初
当初唱歌给他听的，然后我们带他回家，然后我们很想再见到他，就是他那个时候问我们，他那时候问我们，不是他不是我们，他说他觉得那个巨人，他觉得小精灵不想再见到他，但是我们说不是，我们想再见到他。哇哦！所以我们是大老远，我们跟那个奇怪的东东东东，就是那个对对对，你看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们就是跟那个白色的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，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精灵或是什么神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跟他许愿说，我们想要再见到这个人类词，而且我们想要跟他一起生活，然后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这个样子的考验，就是我们在梦里遇到的那些，就是一路上阻挡我们，因为精灵他们都会说人类会害精灵，所以他们都不相信人类。但是我不但相信人类，我还想跟人类在一起，所以就是有各种阻碍，所以他让我失去记忆，就是让我去面对那些就是各种一路上他人的批评，然后最后我相信自己，就是坚信自己不被其他人影响，然后我最后终于想起来，就是我决定要这么做，所以我就真的变成一个人类了。所以他中间没有说就是我到底是怎么变成人的，但是可能就是我达成了这个坚定自我的这个条件，所以我就可以真的变成一个人类。我天啊！好，这出乎我意料了。对，我原本一直以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要依照我的行动来，就是决定他最后会变成一个好人，还是最后变成一个坏人。结果没想到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的计划，就是我想跟他当朋友。好，我知道这个游戏有三个结局，所以我还有一个结局。那我觉得这一个结局应该是好的结局，所以剩下的那结局应该也是坏结局。那我们就从头开始，然后选一些看起来比较坏的选项吧。好耶，我居然得到这应该算真结局吧，好感动哦。好啦，从头开始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就是第一个有选项分歧的地方，吃饱食物。那同样的字我就快速跳过哦。对，我们一开始被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选那个咬他 ，Garoki， 啧啧，生气气。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看就会觉得很好笑，因为就是我们这么，就是我们是喜欢这个人类的，但是我们因为失去记忆之后，我反而咬他。然后里面，对，我们还是一样一个一个调查，然后睡觉。所以一开始的那些话是，就是白色字的话不是同一个人说的，可能是同一个人说，但是不是对同一个人。然后这边我们选比较，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抓我来这，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所以就无疾而终，我连我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可能就突然对这个巨人先生的那个好感度一直没有升高，这样。然后这边我们都选不要问他问题，就是不了解一切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下周五就会送阁下。对，这边还是对人说的，就是，哎，还是对我啊，把我送到那边去，我不太确定了，他应该是对那个人类说的啦。对，然后这边心情好，对他来讲故事了，对，
就再听他说一次他小时候的故事，然后等一下有个选项我们会选，就是难道怎么你是为了证明你不是疯子才买我吗？就是比较负面的选项，对，证明自己脑子有洞，不是证明自己脑子没有洞。看选这种回答，巨人都不想跟我说话了。然后这边这必要的对话，我们还是哎，但不一样不一样。好消息，很快就可以从这里出去了。哎，真的有哎，我真的不一样。这是巫师对不对？这巫师又一脸邪恶，我上一次就觉得他很邪恶。听你的血，把我的血注入他的身体。这么做真的好吗？你看这精灵不是精灵，这个巫师果然很邪恶哎，他叫我打倒巨人，然后我这时候失去记忆，在他们眼里我就只是宠物，他花了钱把我买回来，不可能放我走。等一下，我的脸已经变黑了，我黑化着，我明白了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脸？好嗨，看多邪恶啊！他该不会是那个白色的那个跟我签约的那个人派过来要影响我的？好坏哦！哎，这不觉得很难过吗？就是我明明就是爱他的，结果我现在要杀他哎！我要杀了我爱的人哎！不一样，真的，如果我们无法让你保持愉悦，我们自然有方法处理好。所以他这里还是对巨人说的，他派不对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我们找之前那个拔掉他。看起来好痛啊！糟糕了，我们要对，我们要割腕自杀。好痛啊，弄伤自己还是很可怕。对啊，很痛耶。天哪，这变成一滩血了，变成一滩血。好吧，我们直接说再见。天哪，好难过哦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是你心爱的巨人呢、欸？是你梦寐以求的巨人？不要！他打开了，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行！没时间犹豫，不要！不！啊、哦！天哪！刺中了！哎，糟了！我的瓶子吗？什么？我他把我打破了，完全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！居然会被倒下的巨人先生的手把瓶子整个绊倒了。巨人先生已经动，哦不，两个都一起死了。天啊，好难过、哦、天啊，为什么会觉得只要打开盖子就可以出去？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就好像什么？吓我一跳！这个声音，这声音是刚刚白色的那个人影的声音吗？你已经忘记了存在。不过你真是每次都能做出让我惊讶的行动啊！本来呢，照理说我应该阻止你的，毕竟
你杀掉我两名契约者，我出手就会违反一条合约。小精灵，我杀掉了另外两名契约者。哈，等一下，原本的使命。我杀掉了两名契约者，怎么变成血染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跟我刚刚争执那是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什么鬼啊？这个结局是什么东西啊？莫名其妙哎、欸！这个结局太可怕了吧！这不是恐怖游戏，但是太可怕了吧！等一下，我杀了两名契约者，我为什么要杀人啊？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成为巨人身边的人吗？我杀了两名契约者，该不会是说我想要跟人类一起生活，但是为了这个？就是我每次都失去记忆，然后我每次都这么做，就是我都被旁边的人煽动，然后我都把就是像刚刚那样把巨人杀了，所以他的契约者是人类，然后我对他许愿，然后我就，所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吗？所以我没有，我到底是，可是那这样子前一个我杀的那个人。也是我想要见的那个人吗？天哪，这个结局真是太可怕了。好吧，我目前能想到的也只有这样。对，好，虽然还是有点疑惑，但是如果大家看完有什么就是不同的想法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理解到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。那这款游戏我们就玩到这里。以真结局来说，我很喜欢这款游戏啊，但是这个结局真的吓到我了。这真的是同一个游戏吗？这是同一个故事剧情吗？这是好，那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这款游戏就到我刚是不是说过了？好、哦，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款游戏的啦，但是这个结局真的是很令人对，没错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按个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